不要了。哎哎，洗手，去洗手。接到哪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。洗手，你今天要来什么？姨妈，啊？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呀？糖醋排骨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。那件事儿，你们决定了吗？决定了。儿子，对不起你。不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你们虽然是我的爸爸妈妈，可是你们有享受自己的生活权利。如果你们在一起过得不开心，我当然也不会开心。因为只有你们幸福，我才能幸福。爸爸妈妈离婚以后，我妈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想妈妈更需要我的照顾。就别叫我老师了。为什么？多别扭啊！你有见过老师来这儿的吗？以前我上学的时候遇见一老师，特爱玩游戏，迷得跟小孩似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和老师在游戏机室里打游戏多恐怖？今天我就是一如假包换的高中生，你可别给我揭穿了啊！行，苏老师，我一定照办。不能，说完就忘。哎，苏老师，你也喜欢看漫画？这么可爱的东西，谁会不喜欢呢？说的也对啊，跟我想的一样。你最喜欢哪个漫画人物呢？这个嘛，那就多了。嗯，比如说，《名侦探柯南》里的服务平次啊，我也是。还有《机器猫》里的哆啦 A 梦。
真的？嗯，还有棒球英豪里的上山打野、刘林仙师术、帝伯爵之类的。有没有女主角？当然有了，不过也许我说了你不知道。尽管说，没有想过你不知道。嗯，乱马里的小翔。什么？说了你不知道吗？啊、哦，就是那个《动物医生》里的神龙颠倒天尖闹侠是吧？今天的重大收获，原来苏老师喜欢那种白痴的女孩。这么说来，我引导苏老师的主意也是挺可怜的。谁叫我长这么智迷散？对了，像这么聪明的女孩，扮小傻子又不算什么呀？苏老师，这次的真题有点太简单一点了。父さん、お母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小慧，叶青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想到狐狸会说的话呀？哎呀，人家演习一下嘛。你说，我穿的像不像个乖乖女啊？哦，像，像。耶！认识我了，小魔女，小魔女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太搞笑了！坐坐坐，看漫画。什么搞笑啊？人家是专门穿给你看的嘛。想不起来，他那个啊，就是那个
服部平次那一场，那剧场版是不是？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。那个尼禄十字口是不是？倒是后面的我记不太清楚，你跟我说说。接着呢，那个服部平次。倪老师。哎，这个不是那个。小霞。哦，对对对，小霞。哎呀，那部戏真的太搞笑了，我每次看了都笑岔气了。别人家开心的吗？爱惜点，弄坏了是要加倍赔偿的。不好意思。浪客行，井上雄彦新作吧？听说这部作品虽然商业性不详，可是还是凭画工获得了最佳年度漫画奖呢。看来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了，你知道的还真全。那当然，井上的作品很受人欢迎的呢。其实我是太喜欢看《灌篮高手》了，我个人更偏爱高桥留美子的搞笑漫画。真的？那你看过《悬叉》吗？当然了。喂喂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这可是我的全身形象啊！哎，你走开，走开了！我才是今天的女主角。既然咱们今天巧遇，咱们去吃冰淇淋吧，我请客。怎么能让可爱的女士请客呢？应该我请。咱们走吧。好，爽快，一起走吧。我当然要去。你以为你是今天的女主角啊？你也是华师大毕业的，那咱们可是校友喽。听说你们当年一个男生就喜欢找我们新生的女孩子，然后找点借口帮帮这儿帮帮那儿的，然后两个人就好上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些你们都知道，幸亏我没说过。那当然，你们男生那些鬼心思我们早就看穿了，不说出来闪动你们毛呢。其实有一阵子特想转到你们艺术系。真的？为什么？你活得太轻松了，整天弹弹琴唱唱歌的，活得太潇洒了。哪像我们学数学的，一个学期下来要做几千道数学题，做的脑袋都快炸了。幸亏你没转，转过来你就完了。我知道我没什么艺术细胞，我只是随便说说的。什么说？我是说你没转过来才是明智的。男生靠的是脑袋，学数学的男生最聪明了。哪像我们性格的家伙，除了会唱歌，其余时候都是白痴。这么说，就这么说，说臭屁！傻瓜，我靠！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好好的女主角，这个不想说，是怒火中烧，只有吃冰淇淋消消火了。你们是下吗？刚刚回来。我带你去找。好的。小魔女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你也赶快回家吧，拜拜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小慧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给爸爸妈妈急死了，上哪了啊？对呀，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呢？对不起啊，爸爸妈妈，我忘给你打招呼了，我去同学家来了。我吃饭没有？你做饭了？这孩子怎么了？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我也弄不懂，他是不是亲戚？你看，你看看吧，他这两天呢，就是正常。我亏你！你真笑话你！你胡说八道，你咋就把那个小孩子？是真的，我是害怕吗？你们看他这两天不正常，你就把他那张撕下。嗯，相信人生小魔女的我，胜算一百零八九绝招。看谁敢动手！
周末是怎样度过的？我呀，去看书展了，而且啊，碰到了几个大作家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演唱。你们知道这个周末是怎样度过的吗？怎么度过的？我和所有人一起度过的。舒老师在书吧里面看书、谈漫画、诗经。我和舒老师在书吧里面看书、看漫画、谈人生、吃冰淇淋。我伤心都算了。苏苏木，他生病了，是吃错药了。这道题是上个星期留下的思考题，同学们都回去想了吧？现在我想请一位同学来回答一下这道题，有哪位同学愿意？马佳同学，虽然你没有举手，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希望你能来解这道题，可以吗？很好，下面我们认真的听马佳同学对这道题的分析。答案是 AC 平行于 BD， AC 和 BD 一样长。很好，回答的非常正确。马佳同学，能不能把你的解题思路对大家讲一讲？因为 AC、BD 同时垂直于等他讲完下课铃都响了。就算下课铃声响，也要听马佳同学把话讲完，这是对一个同学起码的尊重，明白吗？马佳同学，你继续。直线B。和 AC 平行于 BD。 哎呀小魔女，苏老师你没事吗？不是，他这样说我来的，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了。你们笑什么笑？够吓我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就吓了。你们真的周末两天都跟苏老师待在一起吗？我还教室吗？苏老师带着我吃冰淇淋了呢，你们去问他吗？你做梦吧，我都来挺清楚的了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柴可夫斯基的音乐。老土，都二十一世纪了，还抱着老柴不放。大家都知道，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是《天鹅湖》。拜托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，能不能说点新鲜的？刘洋慧同学，这里是课堂，不是书吧。如果你要发言，请先举手。书吧又怎么样？当然听女主角的，那我不行。你说什么？报告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你怎么会想着上厕所呢？好了，去吧。李老师，你生气
的爸爸。小萌，你太过分了，我非告你们罗老师。停，千万不要告诉罗老师。怎么，你们是来给他说情的？不是的，刘老师，我们是来告诉你小萌女跟你作对的原因的。跟我作对？她是故意的。我没有得罪过她呀。哎呀，你就别笑了，快跟我讲到底为什么。明老师，我们不是像你，我们就算小魔女，她把你当出气筒了。把我当出气筒？嗯，她要出什么气呀、啊？今天上数学课，苏老师批评了小魔女，所以她就……苏老师批评小魔女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有批评她。竟然会有这种事、啊！真的，小魔女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这样的，她可喜欢苏老师了。难怪他会一口气吃掉那么多个冰淇淋，太有意思了。冰淇淋，奶奶，我们走吧，走。你找谁啊？怎么一直都没见到小魔女啊？我敢打包票，那个家伙肯定是去找苏老师了。怎么可能啊？他今天刚挨完了苏老师的批评，心里肯定还难受着呢。正是因为他挨了苏老师的批，那他就更要去找苏老师了。毕竟我们打赌，赌什么呀？小魔女不见了，我怕他会出事儿，可能会梦非得说什么他去找苏老师去了。那就拿着去看看嘛。这都不行。是我了，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小雅，你知道你这鞋上的有多不容易吗？多亏了你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，现在好不容易条件好了，你却放着好好的学不上，要去学什么游泳？你说，你这样做对得起帮助过你的同学和老师吗？给你的，这是什么呀？你不是要去戏底下吗？这是给你的礼物。怎么了？我不去戏底下了。多难得的机会呀、啊！好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。我妈妈她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小雅，你别哭啊！发生什么事情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
一定要报复他，再好好的跟美女家长说一下，咱们千万不要耽误他，这真的很难得的。吴老师，你就跟小小妈妈说说吧，小小特别特别想说。好吧，你妹别急，我去找小雅妈妈谈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老师，谢谢你了，真是太感谢了。该说谢谢的是我。其实这些学生就像是我的孩子，你能对他们那么用心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。小雅妈妈，你的意思我全都明白，但是你想想，不管是你们当家长的，还是我们做老师的，做任何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能让孩子成才。小雅在游泳方面能表现出那么好的天赋，我们就应该帮助她，给她一个机会，让她在更广阔的领域去发展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你们，你们大家那么帮助小雅，帮助我们家，现在小雅却要离开你们，这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们帮助小雅也是为了能让他有个美好的未来，现在他被四级上选中了，我们大家都跟着骄傲呢，怎么能说对不起呢？罗老师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想小雅以后要是能代表我们国家参加个奥运会什么的，我肯定逢人便说他是我的学生，我曾经教过他的。罗老师，小雅能有你这么好的老师真是他的福气。其实我们也舍不得小雅离开，你告诉小雅，让她有时间就到学校看一看，老师和同学们都会想她的。哎，我一定告诉小雅。各位同学，李小雅马上就要离开我们去体校学习了，现在就请这位未来的奖牌获得者跟大家说几句话，好不好？盼望我出差似的，我出差了，你跟老爸两个人在家就自在了。哎，没有了，妈妈，我舍不得你嘛。可是我怎么闻起来不是这味儿啊？哎呀，妈妈，
真的是舍不得你吗？这样，我问你啊，我和你爸爸，你最喜欢谁？哎呦喂，老话题了，两个都喜欢。嗯，你要告诉我听，我们两个你定喜欢的是谁？这个嘛，哎，都喜欢爸爸您啦。你老看我干嘛？我在看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当然是真话了。假话。哦，天哪，又被你看穿了。哈哈哈哈，你这个调皮鬼。哈哈哈哈。去你们家呀？是我家？怎么好好的想起来我家了？我想让你妈教我做几道西餐。为什么呀？我妈过两天要出差，我想给我爸做一顿西餐。你爸爱吃西餐呢？嗯，以前我爸留过学，挺喜欢吃西餐的，可惜我妈不会煮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有的人好天赋。你才练腹呢，叫你练腹是要你练腹。这些啊，就是一些做罗宋汤的基本的材料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个小丁，阿姨能不能让我试试呢？可以啊，你来吧。好，小心一点啊，别切到手了。好的。你是真好学啊！当然了，我爸爸最爱做罗宋汤了。可以放点新鲜的西红柿进去，慢慢的熬。姑娘，妈妈走了，在家好好听爸爸的话啊。放心吧，我和爸爸在家里一定过得好好的。我怎么听这话？像看着我赶快走似的。啊，没有啦，人家舍不得你嘛。哼，还舍不得呢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妈！阿娘。哦，妈，我还好多功课没做呢，就不去车站送你了。好。哎呀，在家做功课吧啊。好。妈妈再见，再见。晚上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。好。妈妈再见，妈妈再见。爸爸，晚上记得早点回来呀、啊。洋葱一个，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哦，那你工作完马上回来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爸。
的。请小姐。谢谢。等等，这个金黄的烛光中，端起玻璃酒杯，和自己喜欢的人共进烛光晚宴，在这一瞬间，可以抵得上大半辈子了。将这些酒呢，倒在口中，慢慢的，使酒汁流入口腔里的每一个部位，这才是真正进入了酒的灵魂。在酗酒的西方人眼中，酒有生命，还有自尊呢。来，杜阳，你知道吗？你让爸爸感到非常幸福啊。是的。嗯。这些都是莫西妈妈教我做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哎，对了，快尝尝我的手艺吧。嗯，好。嗯。嗯。火候掌握得很好，又鲜又嫩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先自己尝尝。好。怎么样？嗯，后来我的手艺还蛮好的嘛。当然了。东阳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等我长大以后，你想让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爸爸希望你做一个快乐的人。这个快乐的人，你对我的要求是有些太低了。怎么，做个快乐的人不好吗？我知道，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，长得不漂亮也不聪明，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华，所以你对我才不抱特别大的希望，是吗？女儿，你错了。对一个女孩来说，聪明和漂亮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温柔和善良才是一个女孩最宝贵的品质。不聪明不漂亮会因为温柔和善良而变得可爱。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，爸爸很爱你，所以爸爸希望你快乐，永远快乐。这是我对你最高的期望。其实一个人要做到真正快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也许你现在不明白，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来，为我可爱的女儿干杯。谢谢爸爸。爸爸单独相处的这段日子过得真开心，成功的烛光晚餐，愉快的海滨之行，都会成为最美好的回忆，珍藏一生的。瞧我，事情刚刚结束，我就开始回忆了，真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单独和妈妈相处，我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，是因为同性相斥，还是因为太啰嗦呢？不知道。那些人说我这是恋父情节，也许是吧。反正我从小到大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，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就是我爸爸。如果将来我要结婚的话，一定要嫁一个像我爸爸这样的人。有一条水。
所有的话都是秘密。